肝脑综合征，它的其实，大部分的患者，可以说是95%的患者，或者是95%以上的患者，症状就是口干眼干，不会造成脏器的一个损伤。因此，这类患者呢，就是口干眼干会很不舒服，但是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生命。但是极少数的患者呢，会有一些肺间质的病。